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今天这个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学习《知门重行录》这本书啊，《知门重行录》这个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印的这本书，是我们净宗八祖莲池大师他讲的。这个就像那个竹窗水笔一样，一折一折的。我们利用这个新冠状病毒的因缘大家一起住在山上，挑几折来分享学习。它里面内容很丰富，分类分了十大类，分了十大类。这个知门知这个字，是指这个知一。我们在佛门里面讲知数，数就是数一了。在古印度叫白衣。白衣就是古代印度在家人他都是穿一个白色的衣服。那么出家人他不能穿正式。红黄蓝黑白这个正色都不能穿，必须要混合，把几种颜色把它混在一起，像我们现在讲这个咖啡色的这一类的。所以这个袈裟袈裟就是去捡人家不要的布，然后有大块的，有小块的，那给它拼拼凑凑的，这样把它缝起来。那么人家在家居士不要要的布，那很多颜色都有白色的啦，红黄青白啦，蓝黑都有这个再把它混合起来，叫染色衣。所以这个叫知衣知就是出家人穿的袈裟那个袈裟叫知衣。那这个知门门就是佛门里面的出家人我们讲四众弟子出家众这叫知门从是推崇行就是他的行仪。我们讲修行，他的行仪，他值得我们向他学习效法就是我们出家人要向这些古来的高僧大德向他们学习那这个有分类，分了十大类。内容也非常丰富。那我们读了之后我们就知道怎么去效法。就是古人他做个榜样给我们看让我们后人来学习来效法。所以叫重行录录出的记录了。记录下来。把过去的把这个古大德他的行仪
好的榜样，那么都给他分类归类，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啊，这个让后人啊有个学习的典范。那这个基金会印这个书啊，有白话注解。这个书大家可以自己基金会请啊，大家可以一个人请一本来看。那重新排版打字啊，也很清楚。啊，知道我们出家人呐、这个应该要效法学习的地方，这个非常重要。那么这次的因缘呢、我们就挑几条，来跟大家分享。那么今天这个我刚好这个早上这个看到这个书有四本摆在我的书架我就把它拿来翻一下刚好翻到这个出家利益追责公案这个就是莲池大师我们净宗八祖莲池大师他的开示好像这个我记得这个好像在竹窗随笔也有这个出家利益这个竹窗随笔也有那么我来念一念简单跟大家做个分享学习出家利益古德云最胜而出家好俗有恒言曰一子出家九族升天此则赞叹出家而未名言出家之所以为利益也那么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就莲池大师讲到出家好最胜而就是如果家里有个儿子出家了那这个就很殊胜了那么俗话呢有恒言恒言就是一直流传的一句俗话讲说一直出家呢九族升天那九族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九族这个在古代讲如果你犯了很严重的罪过诛灭九族那如果有功劳功德那你也会庇荫这个九族这些亲族都得到利益了那这个是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出家呢这个家里这个家族有一个人出家他这个九族跟他有关系的这些都升天了那这个利益实在太殊胜了那么莲池大师讲此则赞叹出家就是这个话呢是赞叹出家的现在我们看到人家出家我们赞叹很难得啦很殊胜啦一直出家九族升天啦这是赞叹出家而未明言出家之所以为利益也但是没有说明为什么出家有这么大的利益是头剃了那换那个出家人穿的衣服 那就九族就升天了吗那没有说明了那只是说一直出家九族升天那大家那有一个儿子出家那就非常非常殊胜了但是没有说明他为什么他出家为什么他九族能升天呢没有把这个说清楚
其曰：“不耕不织而有自然衣食，之为利益乎？”其曰：“不买宅不令房而有自然安居，之为利益乎？”其曰：“王臣护法，信之恭敬，上不易于官，下不扰于民，而有自然清闲逸乐，之为利益乎？”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莲池大师就讲了其曰。其曰就是说，如果说出家的利益，不耕不织而有自然衣食之为利益乎？出家人也不用去耕种啊，不用去织布啊，那用我们现在话来讲，不用上班啊，你不用工作哦，人家上班一天到晚哦，一大早赶时间啊，很辛苦的工作，那么赚一点薪水啊，来养家活口。那还要交税金啊，而有自然衣食啊，出家人不用到外面去上班工作啊，人家来供养啊，那我们有自然的衣食啊，这个也不用交税金啊，那这个是出家的利益吗？啊，那这个是说知为利益乎呢？就是这样，就是出家的利益吗？这句话是这个，大概白话是这个这样的讲法。那么再来呢？其曰：“不买宅不令房而有自然安居，之为利益乎？”啊，不买宅不令房，就你自己也不用去买房子，也不用去贷款啊去买房子。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上班族的，他买个房子真不容易，可能都要贷款。除非他是经济很好的，他有能力去买。那一般呢，上班族的都必须要贷款，要买个房子啊，贷款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那很辛苦啊，他才能拥有一个房子。那出家不用啊，都寺院现成的啊，我们不用去买房子啊。那也不用去贷款啦、而有自然安居，我们就住得很好啊。那出家是这样的利益吗？这样就是出家的利益吗？那第三句呢？其曰：“王臣护法，信师恭敬，上不易于官，下不扰于民，而有自然清闲逸乐之为利益乎？”那出家人啊，又国王大臣来护法来护持，古代啊，这个寺院啊都是国家，很多是国家盖的，国王大臣的当大官的大户长子他们来护持。那么信师就是一般信众，他来布施啊，恭敬布施来供养道场。那么上不易于官。我们也不用去公家机关上班啊，不易于官啊，不需要去那边啊，受这些官员的管辖啦、意识啦。如果你去当个公务员啊，那你要工作啊，要听上面的啊，安排指挥啊。那么下不扰于民啊，那下面呢，我们不需要去做什么生意买卖。不需要去跟这些一般社会大众来接触，而有自然清闲逸乐，那我们就很清闲啊，没事啊，很安逸啊，很快乐啊，就这样啊，这个生活很好啊，之为利益乎？那这个是利益吗？就是说，这个是出家的利益吗？那么以上这个三段就是莲池大师讲的就是他一个问词啦那下面呢接着祖师又讲了，
古有契约啊，施主一粒米啊，大事须弥山。若还不了道，披毛戴巧凡。那这个是古大德有一首偈啊，施主一粒米，大事须弥山。若还不了道，披毛戴巧凡。那么也有地方讲啊，今生不了道，意思是一样的。那这句话就很严肃了，就不是很轻松了。这施主一粒米啊，大的像须弥山一样啊，这一生如果不了道，我们念佛人啊，这一生如果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去做佛，来世要披毛戴脚环，哇，那这个麻烦了。那么又云他日严老子与你打算饭钱，看你将何抵对。此则出家乃大犯所福，何况利益负债啊。那么莲池大师又说他日严老子与你打算饭钱，看你如何抵对啊！如果你不了道啊，还在六道里面呢、啊，就死了去阴间呐、啊，去阎罗王那里。那阎罗王算盘拿出来这个给我们算这个饭钱啊，那你出家了吃了多少你也没有修行你用什么来偿还呢？抵对就是抵偿啊，偿还呢？所以这个讲到这里，莲池大师讲：“此则出家乃大犯所福。”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呀、那出家呢，不但没有利益大的祸患潜伏着我们现在感觉好像很不错，但是后面不得了何况利益乎？那我们那这么大的灾患的潜伏者在等着我们，那有什么利益呢？这个是大患不是利益这个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常常给我们出家众开示他说各行各业的饭都好吃出家这一行的饭最不好吃那我们乍听之下，那有什么不好吃？我们吃的都很好吃但是明白这个因果事实真相那真不好吃真的不如我们去做个小生意，去打个工自己赚钱那这个饭还好吃那么这个居士他来布施供养，他是来修福的那如果我们没有修行，我们就不是福田，他种不到福，种不到福呢，就变成我们欠他的债，将来要还要加利息所以真不好吃。那这个我们一定要警觉心所以何况利益乎呢？哪有什么利益呢？那么什么才是出家的利益呢？下面莲池大师又说了，所谓出家之利益者以其破烦恼，断无明，得无生忍，出生死苦，是则天上人间之最甚，而父母宗族披其者也。不然，则虽富积千乡，贵失七地，何利益之有？吾时大忧大惧，而并以告服同业者。这莲池大师讲所谓出家之利益的。什么是出家的利益呢？
就是出家他能够破烦恼啊，我们做善习念啊，每一时都要念啊，这个忏悔记，忏悔记念完了念四弘誓愿，四弘誓愿第二愿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那么出家呢，主要就是破烦恼啊，这个断贪嗔痴啊，我们做不到灭断啊，我们净土啊，待业往生啊，福断我们就及格了啊，其他法门不及格，净土法门这样就及格了，福断。那出家呢，你能够破烦恼，能够断无明，那就我们念头做到离心不乱啦、啊，就得无生法忍啦、啊，啊，出离啊生老病死的痛苦了、啊，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圆成佛道。那这个是天上人间呐、啊，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啊，所以是则天上人间之最胜。那、啊、当然啊。你一个儿子出家徒，他有这么大的成就啊，他能脱离六道生死轮回，那他的父母宗族就受他的庇荫了，受到他的恩泽了，当然就升天了，沾他的光了。不然则虽富积千箱啊，贵失其底啊。不然呢，如果你没有破烦恼，断无明，出离六道生死轮回，我们修净土说你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啊。那这样的话呢，你虽然啊，你这个庙很有钱啊，富积千箱哦，大庙信众很多，钱很多，供养很多，贵师七弟，那七代的皇帝啊都是拜你做老师，这也没有利益啊，何利益之有呢？你还在生死六道轮回啊，啊，虽然你的名利啊达到最高峰，也不是利益啊。死了之后、啊、堕落三途啊，那什么利益呢？啊，所以最后一句啊，莲池大师说：“吾时大忧大惧，而并以告福同业者。”啊，他说吾就是他自己讲了、啊，我自己想到这里呀、啊，真的。大忧虑、大恐惧啊，而且啊，来告诉啊，同业就大家出家人啊，也就大家共同警惕、勉励啊。所以我们这一生出家呢，是这个目标啊，那这个才是真正利益。那我们念佛就是你真正能往生极乐世界，才是真正利益。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啊。那都是要堕三途，那就是变成两条路啦，啊，所以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啊，我们现在住道场啊，不能这样悠悠忽忽啊，啊，大家一天过一天啊，对这个断烦恼、往生极乐世界、了生死、成佛道这一桩事情啊，啊，漫不经心、不在乎，那这样啊，将来就。必定要堕落了啊！所以我们大家互相啊，共同勉励。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